可能大家呢也希望说预测一下什么样的女性呢有可能会比较提早的进入更年期，因为更年期绝经的年龄呢，它是有遗传倾向的。如果说你的妈妈绝经比较早，在45岁之前绝经的，那这个女儿呢，她将来早绝经的这个风险呢，占80%。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是遗传的问题。那再一个呢，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手术，接受过卵巢的手术，也许因为卵巢的肿瘤，也可能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进行过这种妇科的手术，这种人呢，一般绝经也会提前。当然这个。年轻的有个放化疗死的人，肯定绝经也会提前。这个如果说特别是有没孩子的人哈，我们一定不要说我非得等到我功成名就，我40多了再考虑要孩子。这个时候一定要尽早的要孩子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绝经没有卵了，所以就失去了生殖能力，同时呢也就内分泌功能呢也会严重的受影响，也要进行这种外源性的调理和补充。当然，一开始我们中国人嘛，还是非常希望我们的民族的医药中成药可以从补肾的角度啊，什么调节肝脾的角度来进行调理。但是呢，如果症状很明显，这些吃一段时间没有效果的时候，一定要寻求西医的这种规范的治疗。过度节食的会有一定的影响，影响绝经的因素呢，生活习惯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有些人胃都没哈，就是他就不吃饭呀，不知道怎么样科学的来饮食，然后通过不吃饭导致的整个人都快不行了，那卵巢还能好吗？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卵巢功能也会提前这个衰退。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抽烟，抽烟是可以让卵巢功能提前衰退2、3年的，这是有科学数据的，有结论的，当然。如果说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嘛，对于卵巢血液的供应也是很好的。比如说你很好的营养很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很好的。虽然说目前还没有说我熬夜几个小时能够导致卵巢功能的早衰但是呢，这种卵巢的早衰里面呢，和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是有关系的。